Hello， 各位，当您说一下，最近啊，整个礼拜，我不是在东港拍片，就是去东港的路上，要不然就是在剪东港的影片，整个礼拜。今天是他们千船家送王啦，今天我又跑了一趟鹿港去帮忙拍那个开光，然后现在要赶去鹿港，不，现在赶去东港，抱歉，我真的太累了。关庙休息区这边我可能要先睡个觉，不然我现在没动力。昨天又睡得少，七早八早就跑鹿港，然后现在要跑东港。那个他千船那个出牌楼那个我拍不到，我真的是赶不上。我们就可能赶那个王船千船绕境回庙里的那一刹那，再来就是等晚上啊天宰啊，再来就是真的要到送王船这个阶段了。睡个觉，不然我真的开不回去。天黑，我差点没有热死在车子里面。我才发现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。王船入庙，还没五点，表定六点，没事再关庙，也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悠闲的逛一逛，到处晃一晃。哎，我们来了，人也太多了，好不容易来到王船这里，不过又慢了一步啊，他们好像说天宰好了。我来大概就只剩下送王船出去。哇，他这个实体大的，超大的。哎，王船是个非常极度机密之地哦，完全不可以上去哦，好像只有他们王船主人可以上去。其实我刚刚本来想要用这个日光灯拉270公分上去拍船上面，但是这样好像太高调，旁边都冷。找一个低调一点的地方好了，外面太多人在看。这旁边这里有很多东西啊，其实我念不出名字，但就等一下会由七角头各自负责自己的那个物品，然后跟着一起出去，然后会在海滩那边沙滩那边再把它组装起来。等一下这个这么长的这个也是要由人力这样子扛出去。在这个时候多半的当钢狼应该开始觉得感伤了，杀你几盖。今天算是最后一天了，其实过了明天之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又是3年的开始，所以一切迎王的事宜也会开始准备。现在做那个核温压煞啦，也就是说这个很重点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都带上船，等一下一起送出去。我们先出来找一点东西吃。好，嗨，这号称戏台界的 7-Eleven 啊。好，据说银王这几天是没在休息的。还没有。人家上面那个省灯都已经拔掉了，开始在吊省灯了。它上面吊很多省份的灯笼。你看在哪个诶？诶，王爷大天孙秀，有官吃官，有富吃富啊。这个雪莉，你好像霸王。然后好像快到那个被牵红的时刻了。偷懒一下，风压吹早了，整个气氛都来了。各教班都就定位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现在清场了，我们要王船要爬逃，爬逃之后就要出发了。
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它需要有单边要出很多力把它拉回来，闯进来。你讲一讲，你讲。好，这边。然后沿路都要有人去注意上面的电线。哎，王船真的很高啊！烧王船的地方，就是当时清水那个地方。哦，然后等一下去那边，王船要升天游天河。我发现有超多人，整个沙滩都是人，应该不是只有我看到吧？我也有看到，你有看到？存折摄影。你看，现在是到这边是沙滩地了。所以他们都要一直改这个木头，木头做的路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它这个两边都是金砖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峡谷。我觉得这王船组真的很辛苦。然后从一开始打造王船也是他们，到最后护送王船到这边，然后火化升天，他们应该是最不舍的一群吧。然后刚才看到每个教头、每个教班的手上都会拿一支香，哦，沿路跟到这边来，然后插在这个船头这边，恭送千岁爷他们。王爷好像很满意。哎，他看那个，哎，他说好，对，应该不会有人发问那个一袋一袋是什么，应该不会吧？你讲天口啊，用金砖。没有靠任何机器，纯粹人力把它升上去立起来。
晨五点，都差不多就围了。等一下会燃放这个鞭炮，我用这个鞭炮来引燃整个王船。道长已经在那边准备了，等一下要开水喽。哎，他广播了，开水喽。开船喽！好，开水完嘞。对哦。天水会天龙宫高地，这边有个传统，就是烧完船之后，这个腰带都要拿掉，哦，背章那些都全部拿掉，因为象征任务结束了。然后偃旗息鼓，叫的灯都要关掉，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静静的。然后以他们传统来讲，他们参与的这个七角头教班，或者是一些庙方人士，只要一开始送完船，他们就会默默离开。他们不会像现在这样看王船烧到结束为止，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，因为大家相信说王船是送不好的东西离开，哦啊，当然就是他开始在烧的时候，大家就尽量回避，哦，该走就赶快走了。那，啊，我们现在是观光客啦，所以现场超多人，哦，